你想好了吗？是。好，节约以后安心去拍戏吧，没有人会阻拦你。要是有什么困难，我会自己克服。 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好好休息，别累着自己。祝您早日能睡个好觉。这就是你想要的。对。陆染，我承认我之前接近你是因为失眠，但是之后呢？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你能骗得了自己吗？到底是谁在骗我？ 好，那就祝你一切顺利。陆然，或许我不该强迫你留下。如果我能早一点了解你，了解每一个艺人的想法，尊重你们的选择，事情或许会变得不一样。慢走，慢走。 不好了，陆染跟公司解约的事被人发到公司邮箱了。老板，陆染为什么要突然解约啊？以前就有解约隐患，也不算突然。您是不是跟他有什么误会啊？老板您不用担心，我看看后面的行程安排。 尽量让 Sis 正常活动。好，确定吗？太感谢您了，我们小秋和他在一个戏上呢，说不定我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呢。谁啊，姐？陆染和 TX 解约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啊？你不知道吗？陆染他还没跟我说呢。陆染现在没有了公司，好多人争着抢着要他呢，有你这层关系。 道嘴的鸭子可不能飞了。不过我和TX还挺有缘的，当年麦总推来了你，现在又来了一个路人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麦总推来了我？你不知道吗？你当年是麦总推过来的，就是你得最佳新人奖那部剧，是因为麦总啊极力推荐你。麦总，这个策划书您看一下。怎么头痛了？ 这个视频您也点评一下。是因为没休息好。麦总，Lemon手机广告合同您签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合同。啊，这是吴总拟过的，您也确认过了。人数是三人是吧？都修改好了。嗯，修改好了。吴总也跟品牌方那边确认过了，没有问题。 千万不能影响到工作。